高龄83岁，利落身手让很多晚辈都自叹不如。她是环保志工刘玉莲阿嬷，在环保站投入了10年，可以说是越做越欢喜，越做心越年轻。这个摆起来的纸张分类，整理塑胶瓶，再把整理好的物资送上货车，没有一样能难倒83岁的刘玉莲阿嬷。她做环保已有10年时间了。我们在家里哈，哎，是没事啊。人家看了我大一摊，我们的人哈很贫穷哦，看了是很可怜的，啊，我们就帮人家一点点的，不要紧嘛，也是做善事嘛。在环保点，总是把物资整理得井井有条，甚至要求完美，但他从不会要求别人，反而时时处处结好人缘。我没有讲过人家，你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可以的，人家不高兴。真的不要不要紧，我们做我们自己，做好自己就好。他人很随和，然后什么都会做了，他不会说老了这个不做那个不做，他什么都做，他不计较就很好了。我是学到他这一点。今年好像流很多汗嘞，也叫破空真想念。安尼想我无？没啦，一晒了，晒一天，晒半天，了去。把握分秒，投入志工服务。而所谓的人生70才开始，在刘玉莲阿嬷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。大爱新闻刘海伦、戴辉达，马来西亚巴生报道。